看你们吃饭吃得这么香，为师想起一句很有意思的口诀。啥口诀呀？这个口诀就是饭饭修饰比较急。饭饭还能修饰比较急，这是什么鬼啊？怎么样，不知道了吧？老师，我吃差不多了，你给我讲讲吧。我们也想听。嗯，不错，都挺好学。为师就给你们说说吧。生活中我们经常用比较急来比较两个对象，比如姚明比关关更高，我们就说姚明 is taller than 关关，但姚明比关关高的可不是一点点，而是高很多。那这个高很多咋表示呢？很简单，只要在 taller 前面加一个 much 变成 much taller 就可以表示高很多了。整句话就是姚明 is much taller than 关关，这里的 much 就是修饰 taller， 起到程度加强的作用。老师，这跟范范有啥关系啊？别急，听我说完。刚刚说了 much 可以用来修饰比较级，表示程度加强。与之类似的还有几个词，比如 even 和 still。 像刚才这句话，姚明比关关高很多，就可以说成姚明 is even taller than 关关，或者姚明 is still taller than 关关。老师，还是没有范范呢？就想着吃。听好了，饭马上要来了。咱们平常吃的一顿顿饭在英文里统称 meals。 你看这里的 am 就代表 much， e 就代表 even， 最后的 s 就代表 still， 所以你记牢饭饭 meals 就比较容易记住 much、 even 和 still 这三个单词，它们都可以用来修饰比较级，起到程度加强的作用。这就是饭饭修饰比较级啦。老师，那字母 a 跟 l 有用吗？问得好，当然有用。 a 和 l 代表 a little，也可以用来修饰比较级，但作用和刚才恰好是相反的。刚才的三个都是程度加强， a little 则表示程度的减弱，比如关关比菲菲只高一点点，就可以说关关 is a little taller than 菲菲。哦，明白了。总之泛泛修饰比较级说的就是四个常用来修饰比较级的修饰词，其中 much、 even、 still 表示程度加强，而 a little 则表示程度减弱。怎么样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泛泛修饰比较级。不过刚刚说的 a little 其实还有一点比其他几个特殊，就是它还可以用来修饰原级。比如说菲菲有点胖，你就可以说菲菲 is a little fat。 贝爷有点丑，你就可以说贝爷 is a little ugly。 但其他几个绝对不能修饰原级，只能修饰比较级，你们千万别搞错哦。知道了。那老师，有没有绝对不能修饰比较级，只能修饰原级的？这个问得好，确实有词只能修饰原级，比如 very tall 非常高， so beautiful 如此美丽， too ugly 太丑了，里面的修饰词 very, so, too 就只能修饰原级。虽然它们有很啊、非常啊这种程度加强的含义，但绝对不能修饰比较级，只能修饰原级。 Do you understand? Yes, we do。好了，为师总结一下吧。刚才为师讲了泛泛修饰比较级，意思是可以用泛泛 meals 来巧记比较级的修饰词，分别是 much、 even、 still、 a little。 其中前仨表示程度加强， a little 表示程度减弱，而且它除了能修饰比较级外还能修饰原级。而关于原级的修饰词，我又介绍了 very、 so、 too 这些，它们也表示程度加强，但只能修饰原级。只要你记牢这张表，你就不会用错了。哦耶！